ايه不想看见你这个倒霉鬼！切，谁愿意看见你啊？我也回去了。那个，我爸叫我回家一趟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路上小心。渣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吗？唉，还是家里舒服。我怎么只剩5块钱了？我的钱呢？怎么都失踪了？我记得我上次藏在这儿了，哎，怎么就这么点了呀？这就是我所有的家当了吗？算了，去买点吃的吧。老板，结账。完了，大家彻底看不见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饿死在街上也没有人知道。唉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。无需出门，在家躺着即可赚钱。绿色健康网络维护师，这不就是水军吗？最讨厌这种人了。你简直是个天才啊！你是怎么做到每条评论都不同，语言如此的丰富多彩，描述生动，创意百出的呢？啥意思啦？啥意思？哎，你能再给我多拍点单吗？我快回来了，你个人在家还好吧？好的不得了。哎，不说了啊，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拜拜。哎，这屋子人呢？啊，灯还亮着，人去哪儿了？真上班去了啊？垃圾也不收。
哼，让你整我，看我不整死你。总感觉他是假装看不见我，算了，管他呢。哎，反正这个家也没人了。防火。防盗。还好楼上电没断。啊！我的工作。请让法律来制裁我，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种社会性死亡和生存问题的双重打击？啊，空调，啊，好爽啊！哎呀，还是家里面舒服啊，这空调真够凉快的。李扎，给我也吃一口。求我呀！你看得见我呀？我只是不想理你。让我一个人尴尬到发烂发臭吧。怎么样？现在差不多可以出门了吧？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好累啊。不会啊，见完了不是挺开心的吗？也是，明天早点起哦。嗯。嗨，泽瑞，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喜欢一个女孩子？首先想象他和其他男生在一起，其次是会想象和他接吻，你看着他总是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，想为他买早餐，幻想牵他的手，迁就他的各种行为，害怕跟他说话。全中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上吧，孩子。闭嘴。好的，胆小鬼。喂妈。喂瑶瑶，你知道我问你什么吧？嗯，我跟于正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我跟你于叔叔正在商量你们俩孩子订婚的日期呢，到时候你们也好接手集团。哦，好，我挂了，不说了。干得不错啊，合作伙伴。啊？合作伙伴？是啊，咱们也算成功拆散了于正和方小莹。你喜欢方小莹，我跟于正结婚挺好的。小英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哎，小英怎么了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。你知道他不见了。啊？你先坐下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帮你找找。他突然就不见了。别伤心，窗户都没跟我打一声。怎么会这样？联系不上。于正这坏蛋到底跑哪儿去了？
是啊。晚上没回来，太太去哪儿啊？接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一个人走了。这些天你去哪里了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余长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头号太闷了吗？哎，小心！没事吧？同学，你干嘛呀？头套坏了。同学，你不能因为他脑子不好使你就欺负他呀。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你有没有搞错？连熊也能认错？你看他现在头套都坏了，赔钱。多少钱？我可以赔你的。放心。赔钱？多少钱？500。不用找了。太过分了，我们睡醒以后发现你和余章都不见了，还以为你做什么傻事呢。就是，老实交代，你们俩是不是谈恋爱了？热恋期嘛，吵架很正常的，离家出走算什么事儿？我跟他没有在一起啊。你们都这样了还没有在一起啊？你也别急，这不快要开学了吗？他总不会不来上课的吧？就是，而且我们篮球队还要训练呢，他一定会出现的。对，就是，到时候我们俩帮你教训他。嗯，谢谢你们。好啦，开心一点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男人得给你拉十车回来。好啦，你们俩不是要去约会吗？赶紧去吧。那你自己。你要说什么事，打电话给我们。还有一个地方，这里也没有。余章到底去哪里了？哎，贝贝，余章，你有看到他吗？贝。你真的会消失的。你别闹了，随便被他们看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反正老于他们不在。也对呀、啊，他们这人去哪？不知道。反正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也不太方便，要不然开学之后我们搬出去。可以，搬哪？陆瑶，你们看不见我吗？哎，云琛，陆瑶，连他们都看不见我了，那我真的。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吗？
是我的外卖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外卖，你放着就好了。是我发生幻觉了吗？余生，抓到你了！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余震，余震，回头看看我。余震，我喜欢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现在很乱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近我？为什么要管我？为什么要在我喜欢上你之后还再一次的抛弃我？不要再过来了，你再靠过来你真的会消失的。不消失又怎么样？就算别人都看不见我了，还能找到我不是吗？那你知道所有人都看不到你的原因？我非常想靠近你，但我害怕你会消失，害怕有一天我自己都会记不住你。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喜欢你，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知道那个人就是你。光小银，我喜欢你比你想象的还要喜欢。余正，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和别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，就算会消失又怎么样，总有一天时间会把我们分开的，至少在那之前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方小银是谁？我喜欢你。对不起，我喜欢的人了。那
学长喜欢的女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喜欢什么样的呢？我忘了。学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弄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消失了。那谁贴的呢？贴的那个样子。天哪，校草就是要告白吗？方小英，我消失这个事情一次就够了，现在出来我还能计划不就的原谅你。出来，你不说你喜欢我吗？我答应你了，你是我无条件的乙方，你必须服从甲方于之昂无条件的任何决定。你再不出来，我们的合约就要失效了。那是谁让你找到的？方小英，你今天表白，我特别高兴，因为我比你想象中的更喜欢你。方小英。所以直到我消失的那一刻为止，我们都在一起吧。方小英说完之后，当着于志昂的面彻底消失。喂，于志昂。嗯，彻底消失。我看了20多集，你跟我说方小英消失了。喂，你说话醒了吗？做了好长的一个梦啊，我怎么穿越到这个小说里面了？你别乱想了，你们作家不都这样吗？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，赶紧继续写吧，快要交稿了，把结局写完，然后再好好休息一下。你要吃什么？我给你带。于志昂，最近打篮球变菜了吗？哼，过你不是分分钟的事。嘿，怎么说的呢？下次多扣你几个，等着。切，就你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女生的背影？啊，不是吧？你喜欢这种吗？没有，别乱讲。别管他。他最近写小说写得走火入魔了，看谁都是方小叶，习惯就好。哎，我电话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哥们儿，我脱单了。哟，谁啊？那是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，我们俩就在我们家咖啡馆一见钟情，然后就相爱了。这个女孩啊，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叫洛瑶。洛瑶。嗯，你说叫洛瑶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做过一个梦，我梦到你跟我一个大学，里面有个女孩叫洛瑶。哎，你别这样啊，我们可是兄弟。
兄弟的情谊是不能玷污的，知道吗？哎，行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改天再找你打球啊。哎，于章，太好了，你的小说火了，公司还说要给你办签售会，赶紧回去准备准备。签售会？不是吧，大哥，醒醒啊，还活在梦里啊？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干嘛？让他好好反省一下吧。于静儿，喝吧，开心一点。喂，过来。我吗？叫你过来就过来，别磨磨唧唧。小贵，借点钱。没带钱。自己掏，还是我们来搜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就你管管。是谁管？等我以后成为作家了，我一定要给你写一本书。好啊，那女主角肯定是我。嗯，肯定的。那我们以后也要考同一个高中，同一个大学。那说好了哦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一个能保护你的东西，一定要好好带着哦。考试要开始了。于正恒，你在干什么？又是你老师打电话过来说，以后方小英都没有去参加考试，我都不知道你胆子竟然这么大。方小英把你带坏了吧？走走。公司的事务反正也在国外，去了那边，于正恒。喂，签售会什么时候开始？哎呀，你终于发现自己的事情了。少废话，快准备。好嘞。对不起，我们发货之前都仔细检查过了，按照公司规定，真的没办法给你赔偿。我花大价钱买了你们公司的产品，给我送了一个坏的，我的时间谁来赔偿？全是废物，我不仅要退钱，还要赔钱。这位先生，你先冷静一下。请问是我们公司寄出的物品有损坏吗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是这里的主管，
非常乐意为你解决问题。主管，好，那就赔，按照合同，10倍赔偿。赔偿是肯定的，这点您放心。哼，终于有个懂事的了。只是，商家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我将调取出货前的监控记录，如果没有事情，按照合同，你将赔偿我们公司的相关损失。管我呢！寻衅滋事，3年以下；如果有其他危险行为，10年以下。我劝你想清楚。哼，算你。小林姐，不愧是你的绿蕨子。我去工作吧。好。林董。哎，小林，坐吧。林董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小林啊，你的工作能力呢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可以说你是咱们公司的大功臣了。林董，你太客气了。这次咱们分公司有一个去欧洲总部的指标，我思来想去，也只有你能胜任了。欧洲总部？其实我也考虑了很久。放你过去吧，我舍不得；但不放你过去吧，岂不是耽误了你的前途？你自己怎么想的呢？林董，你知道的，这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，我已经帮你定了。放心，公司的大门始终为你敞开。谢谢林董，去吧。接活去。可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啊。不去，儿子现在怎么办？你不去，就让那个赔钱的。别挑了，他们家已经全部移民出国了。看什么呢？签售会就要开始了。还要多久到啊，师傅？这次小说我犹豫了很多地方，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生活生动鲜明的。于志昂是您在小说中的名字，那方小莹她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啊，这个当然是虚构的。来，请下一位。谢谢。看什么呢？都走了，走吧。再等等。我们抱歉的通知，您乘坐的 MF8329 由于航空管制原因，不能按时起飞，起飞时间待定。再次，我们深表歉意。只有我能看见他。
于之昂从床上惊醒，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又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熟悉。他知道七天后会有一个女生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而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她。这一刻我瞬间明白了，方小莹就是我要保护的那个女孩。难道社恐还会让人消失吗？你说的对，你真的会消失的。我看我的手变透明了。于志昂，我是不是真的会消失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做我的公开女人。你好，哎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外卖，马上到，你放着就好了。于正啊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和别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。就算会消失又怎么样？总有一天时间会把我们分开的。至少在那之前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这是我的梦境。是不是方小莹。